Hey everybody, it's Steven from Asian Boss. When it comes to China, one of the popular topics that always seem to pop up for discussion in the West is the so-called social credit system. You know, wher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keeps track of their citizens' every move, like in the episode of Black Mirror. The question is, how do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feel about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Do they even know what it is? Could there be any cultural gaps here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To find out, our Asian Boss reporter hit the streets of Shanghai. And yes, as a small independent media company that's based outside of China, we're not capable of being in every city in China all at once. So make sure to watch the video till the very end. And if you can, feel free to do your own reporting for a broader perspective. All right, let's go. Mm-hmm. 听你的对这个社会信用系统的这个想法或者解读，因为中国有一个社会信用体系，然后我想问，第一个问题是你听说过这个社会信用体系，然后你觉得它的用处是什么？它其实是对一个个人行为习惯的一个记录吧，相当于是在金融方面的使用率更多一些。是当初设计社会信用体系的目的，就是为了。 能够第一个，它能够帮助一些机构做出决策；第二个，它是督促别人都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因为你如果不诚实守信，你这个分数就会低，然后你就会处处碰壁，处处受限。它应该是根据你日常的一些行为规范，比如说你罚款有没有缴纳，如果没有缴纳会扣到一定分数；比如说你有没有欠款滞留没有还，这都是你的一些那个评分系统综合来讲。但你如果有一个良好的 诚信系统的话，比如说按时缴纳你的一些借贷啊、罚款啊之类的话，你就会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分数。你有，比如说你有一些贷款，你没有及时去缴纳的话，你有可能这些征信的都会体现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征信系统里面，可能会影响以后，比如说你要去贷款买房子或者买车。 你有可能就没办法从国家这边贷到钱了，因为你刚才说的是，你是说，感觉是跟金融财务有关的，对吧？然后我也可能更偏向于是社会体系，说，一个人的行为，他的信用，做就是有一个评分，这个这样子的这个体系，你听说过吗？在中国，这样的体系，好像是没有吧？好像还没有。 建立，对，这个没有听说过，没有听说过，你是只知道这个金融上面的信用，对吧？对。社会信用体系，这个还真就是，也有可能平时不太接触这一块，所以我可能就是更接触更多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在社会的行为这方面的信用。 还有一些金融方面的一些信用，可能我会接触的多一些，这样。你说社会行为是举什么？能够一个具体的小例子对？那比如说最简单就是我，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借这个摩拜呀，你归还啊，或者是在某个超市借雨伞，就是举个小小的例子，这种你还都会影响到你个人的一个信用度的问题。 我觉得是听说过是有，但是还没有很推广开来，感觉。你能跟我解释一下，你听说什么？就比如说，你去某一个餐厅或者去某一个地方，如果说你没有遵守那里的制度，然后他就会，不允许你再次进入之类的。假如说，如果你发表一些，假如说在网上批评政府的一些言论呢，你觉得你的 财务信用会被影响吗？或者你的信用会被影响吗？这个应该不是财务信用体系，这个应该是啥的，我也不懂。反正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事儿，我也不太懂，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比较信任政府的这么一个状态吧。要看严重程度吧，如果说有人管了的话，可能会涉及到这个，但大部分时间这种人太多了，管不过来的了。 每个中国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信用体系吗？就是财务信用体系。这个应该是就是每个人如果是用户的话，或者他开通了权限，应该是会有这样的体系。如果你没有开通的话，或者没有
成为支付宝用户的话，就是没有这样的体系的。对。那你自己有进入这个社会信用系统吗？就会在 APP 上面有吗？比方说芝麻这个，你说的芝麻信用我是没有的，因为我不用花呗什么的。但是我觉得现在一般的软件上都有吧，就像什么哈罗单车、美团用车这种会有的。你知道你的信用分数是多少吗？这个在哪里看？就是说我只知道有一个芝麻信用，其他的我不是很清楚。你刚才说芝麻信用，你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芝麻信用吗？就是这个是每个人都有的？应该是用支付宝的才会有吧。你自己知道你的那个分数吗？或者你的评分是什么吗？你的信用评分、可以看得到啊，比如支付宝的芝麻信用度对挺蛮高的，因为我用的比较高，而且就是也会还的比较好吧，所以它会就是越来越高这样子。对，你方便给我们看一下你的信用号吗？要看，对，就是对，就哪个都可以。可以啊，嗯嗯，看一下。对，然后如果有什么，你的那个名字我们都会把它屏蔽的。没有什么隐私，没关系。我们是在哪里？我们是上海，可是我们这个是自媒体的。哎，你说你是792分，那是很高吗？就是您给我大概一个概念吗？算是比较高的一个分数，因为它这个一开始的上限分是860分，后来又扩展了不知道多少分，因为这个作为公司嘛，它本身还是有一些动态的调整的。但是我这个700多分反正好几年没有变过了，但是他每个月都会跟我说您这个月信用良好，遵守承诺之类的。据我所知，可能这一块跟金融更相关吧，就比如说你去做小额贷，或者是你去贷款逾期不还，或者是你就是损坏了一些什么，就是你比如说你用信封借了一些东西，然后你做一些不守信的一些行为的话，可能会损失信用分吧。我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app， 那么你就比如说我可能如果手机没电的话，我需要现在在路边用一个那个就是移动充电宝，很多时候呢，这个 app 里它会说，本来移动充电宝是一个有价值的产品嘛，高价值，那么比如我用一个小时可能是2块或者3块人民币，但是呢，押金按理说本来有99或199，那么现在事实上基于我无论是在比如我的微信或者是我的支付宝里，这个一直以来的一个好的一个情况，那么它就可以去免去这样一个押金。就像很多软件像那个哈罗单车这种，它可能是根据你上一次的消费记录，还有你缴费的时长，就是缴费间隔，或者是你使用的时间，或者是你是否在规范用车呀，然后你规范停车这些手段，去看是否可以下一次再租赁给你这个客户。高的话其实应该说现阶段还没有什么说高会你给你带来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义务，但是低那么可以认解为就是一种惩罚啊，比如刚刚说了嘛，像一些高铁就是飞机不能乘坐，二，那更为严重的可能会影响到后续，那么子女在后续的什么读书啊、就业啊，这也会影响到，因为这个没办法，这就是因为你所带来的你不履行社会义务，所给孩子带来了一些。就是不好的影响。按照中国的现在的现行的规定里面，如果你违反了相关的信用体系，比如说欠款、老赖等等，那么相对应的你不能坐飞机、高铁，等于出行是受到限制的。如果是信用度好的话，我持续的不断的使用，完了之后守信用这样子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信用度会越来越高。对，对我以后的一些生活方面应该说会更有帮助吧。比如说什么样的帮助呢？那我的信用高了之后，比如说我不管做什么，那我的信用在这里，对不对？那我觉得会给我很加分，在我的人格的认可方面会很加分。比如说最简单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借这个摩拜呀，你归还啊，或者是在某个超市借雨伞，就是举个小小的例子，这种你还都会影响到你个人的一个信用度的问题。就是外国人对中国这个信用体系的一个看法，就是不知道你也可能看到有一个美剧
美国电视剧叫那个《黑镜》（Black Mirror）， 然后它就是它的故事里边就说一个政府呢是用一个信用体系来监控人的行为。假如说如果一个人乱扔垃圾，他的那个分数会往下降；如果他是帮一个老奶奶过马路，他的分数是可以往上升的。这样子的这种体系，就是这个社会体系。这样的社会体系，你听说过在中国有吗？哦，我没有听说过有。应该没有，现在肯定是没有这种体系的，因为，对，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自由度还是比较大的，就没有这种限制，很类似于这种限制是没有的，对。我觉得这个简直有点可笑，政府倒是想这么干，他也得有这个能力，是吧？这个做不到的，做不到的。他即便想，他都做不到，是吧？这个很正常，你美国政府那么强大，他也做不到。所以这很难说是一个政府完全监控每个人的行为，所以你说就是政府现在就做不了这个事情，对吧？对，这个是一个很像现在路上，你举个简单例子，路上你开个车压个实线，它都不一定能够监控到，何况你的一个行为呢，是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体系，但是我认为监督不是很合适，这个东西还是得靠不能用一种高，就是从上到下的话去监督，去硬的去强求，因为人是很难改变的，这个东西还是要从自身的一个修养、自身的行为还是自身认知上去改变。我觉得还是多教育、多宣传，还是和那个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比较重要。嗯嗯，如果你的这个评分或者你的信用评分是零或者很低的话，怎么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就是他会什么样的带来什么样的不便，比如说会被拉黑，或者如果有小孩子的话，这个上学会影响呢，你会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吗？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然后至少我觉得好像现在并没有。电视上会曝光一些，比如说什么所谓的老赖啊，欠了一些钱没有还啊，或者企业的老板欠了员工工资没有发，然后会影响到他比如说出境啊，会有一些限制啊。因为在西方国家，他们对个人隐私特别关注，也很担忧，也他们也可能有些媒体会评论说这个社会信用系统呢会对个人的隐私会有一些危害吧，对吧？然后呢就是会监控你的一举一动。然后呢，你对这样子的看法，这样子就你的隐私啊，侵犯你的隐私有什么看法？就我个人觉得这涉及不上侵犯隐私吧，就是它可能只是监控你在这个软件中做的动作和活动，它应该不会侵犯到你，比如说你相片或者文件啊，录音读取应该是涉及不到的呀。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利大于弊的吧，因为从国家整体的监管角度来说，因为我们毕竟是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那每个人的诚信，对国家来说，或者对人与人的关系来说，都比较重要的。我是比较同意西方人的观点，我觉得每个人，可以受监控，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制定很好的一些规则，就从政府这个层面制定好规则，否则的话，这个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很大的一个困扰，因为这个都是很敏感的一些信息，一旦泄露，可能对我们的个人，可能生活有的时候可能生存的话都会造成重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务必，但是现在我们因为国家出来的很多一些个人隐私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来，就是规范，就是包括个人和公司的一些行为，特别是有些采取个人信息数据的这种公司，就是包括你跨境传输的话，你都不需要遵守国家的法规的。国务院在2024年，他们有指定有一个集中的一个数据库，他们来管人民的社会行为，然后这个项目预计是2020年完成。然后现在我刚才说的社会信用体系呢，其实也已经在山东的荣城实现了使用了现在。然后呢，比如说就是加分的，就是如果你捐血或者你当志愿者可以加分，减分的就是只要说你乱扔垃圾，你没有你遛狗说没有好好的拴狗，这个是减分的。然后呢，这个第一个这个新闻你听说过吗？我听过，但我不知道它已经在有地方实施了，我就以为它只是一个想法还没有落实，蛮好的呀。嗯，你为什么觉得是好呢？因为我也很讨厌这种人啊，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违反社会秩序的人可以受到管辖，挺好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体系，但是我认为监督不是很合适，这个东西还是得靠不能用一种高，就是从上到下的话去监督，去硬的去强求，因为人是很难改变的，这个东西还是要从自身的一个修养、自身的行为还是自身认知上去改变。我觉得还是多教育、多宣传，还是和那个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比较重要。我是觉得挺好的，我会愿意接受这样的东西，因为我是觉得被约束其实是一件，虽然说你可能不舒服，因为人本身就是喜欢舒服的物种，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约束是会使人进步的。我们也知道其实中西文化是有差异的嘛，然后呢其实现在我们也毕竟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世界里边，然后呢很多有些外国人觉得中国就是不可能加上你这样子接受街访，然后呢有中国有种言论自由是有受控制的，然后呢他们也可能把这个社会信用系统也看成一种控制。对，你有什么想法呢在这里边上面？我觉得言论自由的话国内也是有的，但是是受一定，就是自由是在一定可控范围里边的，包括西方国家也是的，他们不可能是属于完全自由，没有地方是有完全自由的，那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了，对不对？就是即使你看在外国，比如说在那个新加坡吧，你随地吐痰或者随地扔口香糖也会被体罚，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文明约束行为是蛮好的啊，也可以约束一些不文明的行为。我觉得有，但凡有这种想法的人，他其实也不怎么看中国的媒体，也不怎么看中国的新闻，他更多的是看西方的那种媒体嘛。西方对中国有偏见的媒体，他是应该是就是只看到一个圈里面。但凡像我们这种，你国外的媒体也看看，中国内的也看看，其实不大会有这种偏见。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我以前也对于美国那种有一段时间的偏见，但是后来发现自己就是很傻很天真，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单纯的好或者单纯的坏。包括我们现在看疫情是吧，美国做的那么差，但是美国的医护人员他也是在很努力的去处理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很多偏见其实就来源于你在自己的圈子里不愿意出来，仅此而已。